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强台玛利亚速度增快，日渐逼近台湾，民众疯抢粮食，准备好好度过台风天。量饭店、超市纷纷规划防灾商品专区，方便民众选购。今天早上也出现抢购潮，全联部分门市生鲜架上几乎被扫购一空，一度只剩下萝卜。据联合报报道，爱买表示，防灾商品专区有泡面、罐头、蔬菜、饮用水等粮食可供民众选购，蔬菜将维持优惠价格，不受台风影响。爱买统计前两天周末的销售量，泡面突破万包，叶菜至少5000包，微波食品逾8000份。上周开始备货的家乐福，目前备了约60吨的蔬菜，以较易保存的根茎类、菇菌类、进口蔬菜为主，是平日备货量的5至6倍。泡面、饮用水、罐头、零食等等的库存量也提高约30%。家乐福提醒消费者，目前供货量、营业时间皆正常，民众不需担心会扑空。如果营业时间有异动，将会在家乐福脸书粉丝专页公告。